跟随他的人来说，就是无限量的爱。他若没有爱，没有怜悯，那人就跟随不到现在。他若没有爱，没有怜悯，那人就跟随不到现在。神道成肉身其间，对人类做的工作，他的实质最明显最突出的就是爱，是无限量的宽容。最明显最突出的就是爱，是无限量的宽容。如果不是爱像你们想象的，神说击杀人就击杀了，说恨人就惩罚咒诅人，审判人刑罚人，那多严厉呀，那多严厉呀。若对人发怒，人都恐惧战兢，不能在神眼前站立。这只是发掉神性情的一种方式，最终他的目的还是拯救，他的爱贯穿着他所有性情的流露，他的爱贯穿着他所有心情的流露。神在道成肉身期间做工，对人流露最多的就是爱，就是忍耐，就是爱，就是忍耐，忍耐就是因为里面有爱才有怜悯，神有爱才能怜悯人，最终还是为了拯救人。如果神只有恨只有怒，只是审判刑罚，在这当中没有爱，你们这些人就又活了。神还能供应你们真理吗？所以说你们享受了很多神的爱，神的宽容怜悯慈爱。神的恨烈怒公义都是在要拯救这般人的基础上才发出的，在这心情中也包含着神的爱念，还有极大的忍耐。这个恨里带着不得已，包含着神对人类无限的牵挂与期待呀。
神的恨是针对人类的败坏，说的是针对人类的被你罪恶，说的是单方面的，也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，有爱才有恨。神对人类的恨与对撒旦的恨不同，因为神拯救人类，不拯救撒旦。神的公义性情是神原来就有的，烈怒公义审判原来就有，不是对人类发出时才有的。其实神无论是公义威严或发烈怒的时候，还是他拯救人类做各项工作的时候，都是因着爱，都是因着爱，不是带着几分，乃是带着百分之百的爱。爱若差一点，人类都不会蒙拯救。神把全部的爱都献给人类，